我从小住在上海嘛，我爸上海人，爷爷等都在这儿。我的姑父们都是我这一辈子见过的最好的爱人，真的是最好的丈夫，从不红脸，几十年如一日，无微不至。前天我跟郑钧、马伯庸仨北方人，然后我们仨人坐下说：“哎呀，我们这些北方男人在女性觉醒的时代，是多么的不受欢迎啊！”后来我们就说，我们怎么才能向这个南方男人、上海男人学习呢？然后郑钧举一个例子说，我们现在从最细节开始学习。他说我在高铁上看到，就一对上海的伉俪，老公上了火车以后，就突然从包里拿出好多个能系上的挂钩，然后在老婆的窗户上都系好，然后就拿出个帘子挂好，这样老婆就不会被阳光晒到。马伯庸是一更北方的人，马伯庸是内蒙人，是吧？一北京，一内蒙人，一西安人，然后三人说：“嗯，那看来身上以后要背一个那种工具包。”这是开玩笑，但是确实是上海男人，这方面是非常非常好。